嫂嫂，小柔没告诉你她去哪里了吗？她只给我发了一个讯息说她出差了。但是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我真的挺担心她的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没想到你也会有紧张的时候啊。你在学校给她看照片墙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只是想让她知道，我为她做的一切，不只是履行保密合同而已。如果你很确定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去争取哦。我先给你加油。谢谢你，嫂嫂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周，在剧中呢，我饰演池信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ava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ava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，对你，我没抵抗力，一起去篆刻美好的回忆，就像彩虹冰淇淋。